你们说搜狗摩托车能把这所有的圆环都跑完吗？我看最高的记录呢是67圈，但是呢有很多的博主也就跑了10几20几圈，根本没达到。难道说是他们不行吗？嘿，今天陆子爷也来挑战一下，我们看能不能破了他的记录。这次陆子爷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圆环轨道配件，我们就挨个把他们组装起来。没想到这些圆环轨道还可以当护甲，你们猜我像哪个动漫人物呢？海贼王路飞，还是米其林轮胎，又或者是金轮法王呢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还是接着我们的挑战吧。现在所有的圆环轨道我们都已经组装完成了，来数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圆环。55个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恐怖了吧。到目前为止，陆子爷已经收集了14辆搜狗摩托车，我和小 P 各选一辆，我们就来比比谁跑的圈数最多。这一局我派杜鸦。我选绝境。我也来试试这辆战象，看能不能破了它。24、26、28圈，我的天哪，又破纪录了，28圈！我真想知道67圈是怎么做到的，这也太难了吧！